用破的英文，是中国很重的腔调的英文跟我讲说我的中文是中国来的，是大中国来的，就很 it's just 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我不知道怎么接受，根本连台湾没有一个方面，除了我们是人以外，没有一个方面是像大陆的，就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不是无法接受，无法很用力的 you know， 但是很难接受，非常难接受。因为你这一次的谈到台湾的脱口秀影片，现在目前已经在台湾的 Facebook 上面有百万的点击率，那你得知这样的消息，你的心情是如何？我根本不知道，但是这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跟我讲，但是我阿嬷应该蛮快乐的，非常如果我跟他讲的话，是台湾的骄傲这样子。因为我们目前知道，就是你在脱口秀里面讲到说，当时是有人跟你反映，他觉得台湾还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你当时就很生气的回应他说，难道你还是你爸的这个生殖器吗？那当初是怎么会有这样机智的反应？是很生气吗？想要帮台湾说一点话？当然啦，因为那个每次我这不管在哪里，全世界那个很多人根本不认知台湾，因为有些人说 Where's Taiwan， 然后Where's Taiwan， 然后有时候会把台湾跟 Thailand 放在一起。对啊，台湾就 Thailand， That's another thing。然后人家知道的，每次都是开玩笑跟我讲说，You know， 就是but 那个台湾根本不是一个国家，是 China， You know， It's like 每次都是这样子，所以是 ，Yeah， 但是然后有一次那个我的朋友是 Chinese， 然后就是中国人，但是他说，那你是从台湾来的，那你不是讲国语？但是我跟他讲说，你加拿大人有些人讲法文，但是法国来的，然后你西班牙文，有些墨西哥人，很多墨西哥人都是讲西班牙文，但是西班牙文是那个西班牙来的，然后跟美国一样，美国是讲英文，是英国来的，但是这个就是 what is it called evolution。那然后那个时候他跟我讲用破的英文，是中国很重的腔调的英文跟我讲说我的中文是中国来的，大中国来的，就很。It's just 非常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接受，因为 it's like 很就是他我就如果人家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中国人会这样子跟我讲的话，人家就说你们没，而且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有在亚洲是第一个有女生的总统，然后我们在亚洲。都是很接受大家的文化，像日本、韩国、美国、英国 的文化非常的开放的，但是 I don't know 开放的意思我中文可能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讲，但是yeah，所以如果大陆人或者是其他人说你们根本不是一个国家，那个只是比那个大，就是看谁的那个比较大而已。我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讲脏话或什么这些的，但是可以，没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比？为什么一定要比那个谁的大呢？就 you know， 就大家就快乐，然后台湾，大陆 ，Yeah， 我也没有很恨，因为很多有些大陆人根本不是说台湾人就是大陆的一部分，有些大陆人是挺台湾的，但是那个很。extreme 的中文就是非常大陆爱大陆人，非常极端的人。Yeah， 他们那部分的人呢？我已经是2022年，所以我根本 I don't know。It's like it's kind of ridiculous. Do you think? Yeah, it's ridiculous. It's ridiculous. Absolutely ridiculous. It's like let's just love each other and because 台湾非常的对我来讲非常的 special， 因为 it's her hometown， 就是我刚刚讲的哈。It's her hometown。It's my home. Yeah. It's my home. I grew up there, and also, 我那个文化，还有食物，还有，对啊，是我的家，所以，但那个全部的因素在一起，为什么一定要，
哦，跟大陆根本连台湾没有一个方面，除了我们是人以外，没有一个方面是像大陆的。就我们有我们的文化，so it's like, yeah, I just yeah, 不是无法接受，就无法很用力的 ，you know, 但是很难接受，非常难接受。那因为之前我们有那个看到 Pelosi 来到台湾 ，Pelosi 就是台湾 ，Yeah， 所以很多美国人现在对台湾这个字跟它的地理位置有越来越多的了解。Yes， 那除了刚刚你在生活圈当中遇到的中国人跟你抗议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没有美国人或是其他国家的人也有跟你提到台湾这样的议题？有遇过吗？你知道美国人，大部分的美国人，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这个的大陆跟台湾的关系的，都是大部分都是支持台湾的啊。那个其他的是大部分都是支持台湾，然后有一部分的是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然后我还没有认识一个美国人，还就是我还没有遇到，但是我相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还没有遇到。而且 you know 每天因为我做脱口秀，每天 you know 在美国 across the country， 他们都 you know like they talk to me and。我还没有一个人说哦，台湾本来就是 China 的、啊，还没有这样子的，都是支持台湾的。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大陆跟台湾的关系的话，都是支持台湾的。是是，那如果有一天、yeah. 万一真的非常不幸 ，unfortunately， 万一中国哪一天进一步的在侵犯台湾的话，那你觉得你自己身为一个 talk show 的这个脱口秀的演员，你能够在国外做点什么，或是你会继续利用脱口秀的这样的状况来帮台湾宣传吗？ Yeah, 当然，我当然会用脱口秀的。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去打仗？因为我不想要死掉。Yes, of course。我不想要死掉，但是我当然会用我的小小的platform， 小小的 platform， 还有我的能力的给大家的资料，像就是你讲的，像 Pelosi 来那个，真的是给美国和台湾很大的一个光，照到我们台湾的光 ，Yeah， 就因为 Pelosi 去，本来不知道台湾的朋友或者是认识的 ，Yeah， 他们都知道 ，Yeah，of course，of course，I wanna， 因为这是我的家，而且我的那个家人在那边，嗯哼，谢谢 ，Yeah， 那最后想问一下说，因为你刚说台湾是你的 hometown 的话，会不会有一天会想要回来，就是亲自再当然再感受一下？我没有 pandemic 的时候，我因为那时候我都会回去做脱口秀的，我真的很希望回去要做脱口秀，因为但是之前我只有朋友家人来，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想要回去台湾做脱口秀的 ，yeah， yeah， 还有一个我是想要讲说有时候我回台湾，有些台湾人都不认知我是台湾人，因为我知道我在美国住久了，我14岁来美国，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有些台湾人说哦，那个你根本就是美国人。但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在台湾是 ABC， 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话，他们不认知我是美国人，所以我根本不是有一个国家的人，我只是一个那个喜欢。我是在长大在台湾的，我很爱台湾的，但是我也爱那个美国给我的一些观点，然后一些文化 ，and 所以我爱我知道的事情，但是yeah， 希望那个台湾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希望那些有一些台湾人也可以accept me 的台湾中文我不会讲接纳我 ，Yeah。